们可以准备呢这个绿豆一颗跟六颗、哦、那这一颗跟六颗就是这样子、哦、因为在易经里面一跟六就是所谓的一六共中水，那再加上绿色的这一个豆子呢，就是所谓的水跟木的磁场，然后随身把它放在这一个口袋或者是我们的钱包里面，让变成一个随身的一个好运放在自己身上。